520泉州约会指南来啦，这波狗粮我先跟美景，穿上情侣装一起逛中山路，手牵手从南走到北，去开元寺为对方祈福，希望平安顺遂，白头偕老。吃遍西街古早味，来一份甜到掉牙的情侣套餐，润饼搭配四果汤，打卡爱丽圣地小西城，在许愿牌上写下彼此的名字，逛一逛城南的聚宝街，感受闽南的人间烟火气，带上相机去花巷的粉色教堂，留下浪漫的情侣合照，去武定市看闽南红砖古厝，逛一逛文艺清新小店，到石湖码头看日落，坐在岸边一起吹海风，去金鱼巷找金鱼，一起到白衣阁听传统南音，最后手挽手逛沿河1916，在咖啡馆里约会，快特地的另一半来一场浪漫的泉州之旅。